大家好，我是千鸟。这部影片要为大家带来《刺客教条：枭雄一次世界大战》的收集品位置。因为一下收集品位置不能用买的，所以我在这边带大家一起去找。我把位置都整理在这三张图上面，相信有些人看到这三张图就已经有办法去位置上面找到那个收集品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我们看后面的影片。我实际上到当地拿收集品的样子，我是依照当时我在那一区收集到的顺序排的，可能会稍微有点不顺路，请见谅。Ugh!
另外在这边特别难，我先说明一下。现在从桥上上到这艘帆船上面，然后走到前面这里，然后可以看到这道桥的另外一边的那个横杆荡过去。大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按我是用 PS4 的 R2， 然后推 L， 还有连续点击圈圈，这样它就会做信心之跃。可是大概因为距离很近，大概只差一公尺的地方开始按，所以很容易失败。失败的话就荡回去，然后再试一次。可恶！连击，对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就会这样掉下来，就会在滑手上面星星支援。Sometimes it takes a few tries. No patience. Hi, I'm standing here.
1916年2月，亲爱的贝基，你的弟弟安德鲁要我写信给你，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提笔写信。请不要慌张，他的伤势并不严重，并且正在休养中。他只是想让我告诉你，他会受伤是因为他一个人闯进了敌人的阵营。虽然他一个人就击垮敌方一半的军力，但却也在逃跑的时候受到轻微刮伤。那我想我得告诉你真相，其实他是在保养步枪的时候不小心扣到扳机，幸运的是子弹只划伤了他的手臂。他希望你一切安好，也希望那些飞船的炸弹不要落到布罗姆利附近任何地方。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，因为你的弟弟告诉我很多关于你的事，直到见面为止，我都会是你忠实的仆人，以及安德鲁的好帮手，彼得斯特林。安德鲁·费洛斯与彼得斯特林下士在数月后，于运兵车上遭到迫击炮攻击，被炸死。突然，资料023 DDS 基因记忆会出，阻止乔瓦尼·波吉亚72。1503年，意大利罗马。我的兄弟们将一个小孩交给我照顾，长久以来他的家族一直为我们效命，但他只是一个小孩子。我用教团的形式指导训练他，和我当年一样。他是个骨瘦如柴的孩子，以他的年纪来说又瘦又高。刚开始他碰上了一些障碍，但是他的身体会逐步适应训练。法兰西斯科十分渴望，但也很彻底。他重复提出问题，在钻研时他会要求我重复示范，除非他对成果感到满意，否则他不会踏入下一课。有时候我会因为他的完美主义而感到挫折。法兰西斯科的怒气来得很快，他在漫无目的之下朝我冲来，拼命挥动手中的剑。我轻拍他的身侧，向他展示我的刀刃如何轻易穿进他无法克制的攻击。我鼓励他冷静下来，在战斗中情感是个弱点。我格挡还击，并把法兰西斯科的剑从手中挣脱。他的反应很蹩脚，双肩垮了下来，开始辱骂自己。我帮他把剑拾起来，并要他再试一次，并解释怎么样才能握好一把武器。很重要的是让孩子保持孩子的样子。我把法兰西斯科留在附近村落一群同年龄小孩之间，他们一起举办了一场小游行，并由法兰西斯科领队。我为他身上的玩具护甲祝贺。我相信法兰西斯科会在教团中成为一个特殊的个体，虽然身体方面有所限制，但这个孩子很强壮。有时候和他交谈的感觉像是和成年人对话。以他的年纪来说，他十分明智。突然资料024 TDS 基因记忆会出，乔瓦尼·波吉亚7-3。1503年，意大利罗马。我被梦魇所纠缠，我从没有感受过爱，我感到的爱强烈到让我窒息。我姓波吉亚，但波吉亚家族却是我的敌人。我是刺客，但所有刺客也都是我的敌人。切萨雷是我的父亲，佩罗托才是我的父亲。佩罗托，我叫佩罗托，我叫乔化尼，我迷失了。我被信件之海所淹没，我得写字，但我没学过如何写字。我无法了解的文字以血红的墨水盖住每一寸表面。我想要用手中的羽毛笔在上面书写，
但我的黑色墨水迷失在猩红的池水中。爸爸用他的刀刃打我，切下来在我背后 刺我。我哭了，我倒地，我想从他手中取得自由，我想要杀了他，但我会惹上麻烦。我会为了卢奎基亚而惹上麻烦，我得跑回基亚身边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卢奎基亚。戴着白色冬帽的人环绕在我身边，我是来这边教导他们的吗？怎么可能，我只是个孩子。他们是来这里教导我的吗？我的学生们，我的处刑手们，难道这是我的未来？我知道的太多，但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无辜的，却被罪恶所毁。我追求一件有力量的物体，我没有信仰，但是它会生效，我知道它如何生效，它会治好它，它会治好我，也会重塑我。我的梦预示着炸裂，那太过火了。我还会醒来吗？我还能睡着吗？1915年4月，亲爱的叔叔，医生告诉我我的伤势复原状况不错，不过医院里仍充满着沉重的气氛。我们都记得我们是怎么失去同袍，而我们根本束手无策。虽然我很高兴听见你回家的消息，但我想达达尼尔海峡的梦魇会缠绕我们很多年。海军中将在加里波利州愚蠢指挥理应付出严重的代价，但丘吉尔只是被解除了他的指挥权。如果像你说的，丘吉尔把心思放在西部前线上，那他的鲁莽无疑会为他带来更多惩罚。我很期待伤势痊愈后可以扬帆回家，而且谢谢你在新民区为我安排一个职位，我一定会令你引以为傲，并努力在伦敦帮忙赢得这场战役。毕竟我留在这里能做的贡献不多了。你忠实的侄儿乔治。乔治费勒威尔中尉之后有个短暂的政治生涯，并在战后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。1916年6月，亲爱的丽兹，爸爸还在进行这场所谓的大冒险，但他仍然无时无刻地想念你。我知道你很期待我出现在你的生日会上，我也想，我希望你喜欢我送过去的那个礼物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抱着他，把他当作我的替身。你得要乖乖听妈妈的话，好好在学校读书，好让我引以为傲。我知道你办得到，从你写过来的信我就知道你有多聪明，字写得有多好。我在这里也认识了一个喜欢写作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威尔佛德，他把每天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写诗上。如果你可以当个乖女孩，我会请他为你写首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献上一整个世界的爱，爸爸。克拉伯尔中尉在一个月后死于索姆河战役。1916年5月，亲爱的母亲，谢谢你送来的罐头食物，让我在这里很受同胞们的欢迎。我过得很好，但也一直都很思念你。我读了小汤米的信，希望我能够一直与你们生活在一起。当那些炸弹落下时，你们一定很害怕。当然，汤米认为飞船飞在伦敦上空是件很酷的事情，但得小心，当飞船再来的时候，不要让它为了看飞船而跑出门。我希望飞船不会再过去。这里的天气已经越来越好了。爱你的儿子杰洛米。杰洛米下次在6个月后返家，看他回家前的2周，他的弟弟汤米就在学校被飞船炸死。1916年4月，我最亲爱的艾玛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我的
上一封信，我希望你和哈利一切平安。上周的局势已经变得有点艰难，我走了12英里才找到老战壕，而这当中德军猛烈炮火都没有停止过，我一生中没有这么害怕过。每天晚上我都会为你们祷告，在我闭上眼睛时都能看到你的脸。永远不要忘记我有多爱你，泰伦斯。中尉泰伦斯在战争结束后平安返家。1914年8月，亲爱的爸妈，我知道自从我决定到这里以后，你们都很担心，但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棒的时刻。我也在这里学习成为一个男人，因为我看起来很瘦小，所以同胞们都喜欢欺负我，就像他们在家乡的情况一样。但当我手上握着步枪的时候，我不会输给他们任何一个人。昨天我们留在一个比利时的市集广场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，还在太阳升起太阳下一起抽烟。而今天我们已经度过了蒙斯运河，我想爸爸一定可以在家里的地方找到这条河。我们都准备好与德国一战，好阻止这场愚蠢的战争。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欺负整个世界，他们得知道他们不能欺负整个世界。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教训，几周后我就会回家，而我会遵照他们的希望去附近的工厂工作。遵照你们的希望，他们绝对不会拒绝一位战争英雄到他们的工厂。爱你们的小雅。大兵亚瑟·哈里斯在英军与德军交战的首日即阵亡。1916年7月，亲爱的父亲史班塞，我只写信给您是因为我不希望家人担心，而你一直都是我的精神导师。的确，我不知道我不是什么虔诚的教徒，但我在参加这场战争后，我一直都在心中祈祷，而您说过的话一直不断回荡在我的脑海中。一定是神的恩典才让我现在可以写信给您。我有许多同胞已经遭到更悲惨的命运，你必然已经看过关于索姆河战役的新闻，不管报道里描述的多么可怕，伤亡多么严重，都不及真正战场上的恐惧与万一。我只记得巨大的声音，还有我在跑步时底下的泥巴让我差点滑倒。而父亲，泥巴里还有更可怕的东西。有一次我滑倒在泥地里，神的慈悲让我摔倒后就不省人事，直到醒来却发现自己无法动弹，因为别人的尸体正压在我身上。我太害怕而不敢移动半分，直到有人把尸体推开，发现我还活着。父亲，为什么世界上会发生这种事呢？我们要怎么承受这些折磨呢？史蒂芬·班宁斯。索姆河战役后，班宁斯终是回到家乡，并被诊断出患有震荡症。莉莉 S 基因记忆唤出，主旨乔瓦尼·波吉亚7-4。1503年，意大利罗马。我再次回到婴儿身，生病濒死。我带着我的小婴儿威尔圣果布，他把我包在一张毯子里。毯子哼了起来，圣果布哼了起来。你还没有充分发育，治好它。目标还没有充分发育。该死，治好它！是谁在说话？是谁在叫喊？靠近点！好痛，痛苦只是暂时的。我不懂，也不需理解。补偿可行，困难，那就做吧。好温暖，好冷，它从我身上抽出生命。他让我觉得又活过来。完成了吗？是的。有效吗？回答我，有效吗？康萨斯，你在吗？康萨斯，
睡吧，孩子，忘了这些梦境。在讲什么的鬼？复原资料026 ，DDS 基因记忆绘出，主旨乔瓦尼波吉亚75，1503年意大利罗马。你的心智受损了，孩子。你梦到梦想家的过去，通往过往的生活再次浮现于你面前。你必须沉下去，否则你会迷失。洞穴的梦境又来了。我用鬼魂般的双手抚摸着墙面，认出每一道裂缝，那是某种文字，但我认不出来。在纹路中雕刻，在阴影中烧灼，在我沉睡中回忆无法触及。我失去形体，在空中飞翔。我就是风，不，我坐在风上，被拉离城市，穿越原野和森林。虽然我很清楚，只要醒来，一切都会消失，我还是再次研究我的路线。我听到他们警告、预言、末日，真是个梦魇。我被需要，我也需要。我看到一张脸，这是我的，也是我父亲的脸，我的凯撒。食腐鸟叼走他脸上的血肉。在罗马燃烧的时候，克利欧佩特拉和凯撒还在亲吻。我对凯撒大喊：“转过去！”转过去拯救你的人民。23道刀刃，23根钥匙。过量的资料很容易流出，但这不重要，也无关紧要。1915年3月，亲爱的凯蒂，我想让你知道我很好，而且我人在法国南部。你给我的照片是抚慰我的心灵泉源。不管我发生什么事，只要看看你在父母花园中的照片，我就收到有如夏天阳光照拂般的温暖。我没有忘记我的誓言，我不久以后就会回家与你结婚，而这一切恐怖的记忆也将烟消云散。我拜托你不要阅读关于战场的新闻报道，那只会徒增你的担心。只需要保留你最后一次看到我的印象，想想我穿上新制服的样子，并记得火车很快就会把我带回你的身边。你的挚爱克里斯多福。克里斯多福下士于三周后一场战役中阵亡。1915年9月，亲爱的母亲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们已经抵达卢斯，在法国的最顶端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都开不起任何经营的玩笑。每个人都非常紧绷你的待命令，每个人口中说出来的故事都如此可怕，而且每天都还会听到更糟糕的事情。我觉得你是对的，来到这种地方命趴在地上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。但如果你可以告诉大家我只有17岁，那我很快就会被遣送回家，一切就没事了。请你们问问法雷尔牧师，他应该知道要和谁讲这件事情才对。我不应该待在这里，我好想回家。献上我的爱，法兰西斯。法兰西斯·凯利大兵在一周后失踪，自此连尸首都没有找到过。1914年12月，亲爱的艾菲尔，老友，最近还好吗？我和同乡一同到法国才2个月，但已经像好几年了。我知道过去我一直常常欺负你，艾菲尔，但我现在愿意拿一切去换一条像你那样的坏腿，好让我自己可以留在家乡。说真的，你留在家乡比来这里凑热闹好。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好像错过什么，但你待在这里的时间越长，就越能感受到这是一种可怕的惩罚。英国就快要过圣诞节了，但我们仍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寒冷潮湿的地方。这星期我们挖出了一条新的战壕，我们都开玩笑说好像在挖自己的坟墓。
虽然我当场大笑，但却不知道这会不会一语成谶。我们心中都明白这点。你的朋友杰拉德柯林菲尔大兵回到英国，而剩下的战争期间都在一间军医院中度过。